不信咱不能生。赶明儿找个日子一定试试。找什么日子？我现在就要试。我还得算账。喜来乐刚把胡大姐接回来第一个晚上，就被胡大姐摁在了床榻上，交流了一晚上的天地阴阳大悲赋。总而言之，这一切的开始还得从德福揭棺而起说起。妹妹，我好悔呀、你说我过去怎么那么糊涂。俗话说得好啊，逆风好妹妹，顺风狐狸精。此刻胡大姐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跟赛掌柜诉苦啊，好妹妹呀、我们家老头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邪心，这都是人之常情，你说我怎么就拎不清呢？这赛掌柜能咋整，只能是低声安慰。胡大姐是悲伤难以抑制。来乐啊，你要是还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你就听听我说的话吧，哪怕你让德福来听听我说的话也成啊。就见门吱呦一声打开，德福那张大脸骇然出现在众人眼前。来了，老天爷呀，真是喜出则灵，喜先生真的派德福回来了。德福这个人啥都好，就是脑子有点瓜，顶着一张笑脸就往师娘跟前凑。玉儿一声声的惊呼算是把师娘叫回来。胡大姐就见德福是一步一步的朝着自己走过来，吓得花容失色。德福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师父让我回来找您的呀。哎呀，我只是说说而已，你师父太当真了。胡大姐哪见过这种超灵异现象啊，吓得赶紧嘱咐德福回去，顺便告诉德福有啥话让你师父托梦就行了。师父要我回来就是当面和您商量事儿的呀。胡大姐赶紧回首，德福啊，你快走吧，隔三差五我多给你烧纸。这属实给德福闹不明白了。等，我听得怎么那么别扭啊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师娘瞅着德福是不愿意走，当即平生出了勇气。我跟你说啊，德福，我做我的人，你做你的鬼。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可是你这不是你待的地儿啊，你还是哪来回哪儿去吧。啊，回去吧。啊，我回哪儿啊？就在德福一脸问号的时候，师娘直接下令把这个揭棺而起的大师兄再给我重新摁回去。咱一笑堂的师兄弟别的不说，这团结这块是真团结，抬着大师兄就往棺材里搁呀。我不是人，不是鬼。最后还是赛西施看出了眉目。德福，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呀？我是人了。师娘，我没死，我不是鬼。有了这一句话，德福才开始解释了起来，自己压根就没死。那你师父呢？德福到底是皮，直接开始装哭。我师父。那你师父怎么样了？我师父他不，你别说，我不听。哎呀，德福，你快说呀。我师父他。他也没死。这一下一笑堂众人和赛掌柜是转悲为喜，这一笑堂撤去了灵堂用具。德福来到后院，一边咔咔吃着面条，一边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，正是要接师娘去北京。俺们爷们儿两个是那是大火压我一两天，我是路上赶了三五天，可算是熬出头的。京城我不去，我的宅子还有我喂的鸡，我可舍不得扔下。胡大姐是这么说的，可挨不住德福的一句。师父这人您知道啊，凡事图个热闹，好个新鲜，寂寞了养个小的，其实也没关系啊。像十年您这么大度的人，那胡大姐能说什么？只剩下一句，上任和尚。哎呀，老头子。夫人哪一向可好啊。沧州名医喜来乐在京城开了一笑堂，这次终于是媳妇儿胡大姐给接过来了。见了面，胡大姐那一双小拳拳是哭哭的，对着喜来乐的胸口就是一顿乱披风锤法。这京城就是不一样了啊，这人也白了也胖了，这身上也干净了。那胡大姐日常关心完了，就轮到拷问环节了。请听第一个问题，这么长时间不见，有没有跟哪个女人眉来眼去啊？说什么呢，我正事还忙不过来了，哪有那个闲工夫啊。喜大夫只倒是让媳妇儿看看新家，其他的事情自然是日后再说。看着老宅变大院，胡大姐也多少有些不可置信。既然搬了家，晚上胡大姐亲自操办宴席。虽然胡大姐的手艺是众所周知的充满艺术细菌，可师娘做的饭怎么着徒弟们都得给个面子。我呀好好给你们露一手。这到底怎么露的放下不提，贴身丫鬟玉儿就开始跟胡大姐说了。你可得小心点，老爷他大变样。胡大姐觉得优势很大，赛西施离这旮瘩好几百
百里呢，他还能把十威天开到北京城。他要是能把十威天开到北京城，我当场就把这个头子吃掉。玉儿的话多少是带点不正确。夫人呢，虽然赛西施跟咱们分开了，可是咱们现在一时半会儿怀不上孩子，保不齐老爷再找个赛东施、赛南施、赛北施。这话说的胡大姐是一愣，她就是把人锁住了，这心也锁不住，还得是玉儿的话靠谱。我看呢，您还是想办法替他生个大胖小子吧。这不是废话吗？我要能生不早生了吗？玉儿表示，夫人这不一样，咱现在来京城就是沾了龙气，那一个地的这次准行啊。玉儿这话一说，咱们胡大姐这眼神是七分侵略感中透着十分的妩媚。等入了夜，胡大姐贴身小衣服也安排上了，咔咔在脸上一顿拍，更是主动的往床上那么一坐。老头子过来给我揉揉膀子。这哪是要揉膀子呀，这是要吃人呢。来了来了，我的姑奶奶。老头子，你看我脸上这胭脂擦得怎么样啊？挺好。你再仔细看看。喜大夫的医术是没话说，可哄女人这块多少沾点问题。抹得厚了点儿。能不厚吗？脸上都起褶子了。起褶就起褶吧，都什么岁数了。你这么说话，胡大姐可就不乐意听了。莫非你是嫌弃姐姐我老了？喜来乐哪敢说呀，挑了两句好话逗得胡大姐笑出了声。接着胡大姐就直接点题了，咱们已经过好日子了，给老喜家传宗接代的事儿是不是也该加把劲儿了？夫人的意思是，那么五讲问答环节，此刻喜大夫脑子里想的是 A 红烧铁狮子头真好吃啊， B 兄弟你好香， C 此处可有圣杯广告。喜大夫是义正言辞地告诉胡大姐，我对夫人忠贞不二，娶小媳妇的事儿你能甭劝我，我高低不能答应。你要这么说，胡大姐可就俏脸一红，然后生个大胖小子的事儿，你啊，给我啊，那还是别瞎耽误功夫了吧。是什么让喜大夫笑得如此羞涩？当然是胡大姐为黛青的生育率操心的这点小事儿。瞅着喜大夫不愿意努力，胡大姐搬出了风水学，京城有龙气，赶明儿找个日子一定试试。喜大夫想跑，直接被胡大姐给抓住了。我看看你发育正不正常啊。那这一夜属于是沉醉不知归路，误入藕花深处。但是茅盾哲学家曾经说过，胡大姐有可能生出大胖小子，但是胡大姐生出大胖小子基本不可能。总之这一夜过去，隔了几天，仪孝堂正式开业，那门前是车水马龙。随着一声戴清手续一指的权臣靖王爷也抽空来了，这喜来乐抓紧时间拉住了王爷，就开始求他办一件小事。你看能不能给王太医看一块儿？就说呀，我这药铺是绝不跟他抢手啊，让他高抬贵手就发。喜来乐和王太医的争斗在王爷这里都不算什么，他虽然满口答应，可还是表示有这么一个跟你较劲儿的，那多解闷儿啊。王爷你请。好。哎呦，咱爷们差点都烧成烤鸭了呢，还解闷儿呢。这说话之间，王太医带着智能助手卢宝也来了。真没想到，王太医和卢大人家二位来了。行行行，哎呀，我们好歹也是同行啊，这一点你怎么没想到啊？喜大夫说话多少有点阴阳怪气儿。哎呦，王太医，这不是怕再烧一把大火熏着王太医吗？做生意。不就是为了火吗？那火起来才能赚大钱呢。赚大钱我倒是没敢有这个奢望，我只指望我这一笑堂别碍了人间的事就得了。面上卢中士说，京城里瞧病的何止千百家，能碍着谁的事儿呢？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啊。哎，你说的这个贼那是谁呀？对呀，您说的贼是哪一位？他叫什么名儿？说出来咱也领教领教啊。你看啊，我在明处，贼在暗处。平日里你别看他喜眉笑眼的，君子模样，等我什么时候抓着他的手，我就能叫出他的名儿来。当然咱们靖王爷还是走了一下口头工作的，表示这一笑堂自己也参了一股，王太医得多多关照。那王太医当着王爷面表现的是满口大气，王太医表面上是不嫉妒，实质上恨不得再来一把大火了属于是。而鲁大人此时也找来了一位西医史密斯，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儿？预知后事如何，欢迎长按大拇指三秒为剧院充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